有时候你不装忙，对方就跟你装熟。我没见面，突然约你，一定有诈。我以为是个餐厅，还是一个什么那种交易厅，干嘛？直销大会啊！是国小补习班的，有够远，不太熟的那一种。最后绕，我说重点是什么？我可以跟你借钱啊！就他一开口就给我借个100万。哇塞！金马鞋店、东森超市、甚至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